只能进城庙报功德，他不要文化币。他看不到吗？看不到可以到前面去坐。不要给狗狗吃坚硬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像小米每天都有刷牙，我每天都要拿牙刷去帮它刷牙。其实我也有带它身上，你看狗狗用的牙刷有多小？这是狗狗用的牙刷，跟我们人类的牙刷差很多吧？然后这是狗狗用的牙膏，好，人品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健康。然后呢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个影片。总监大军，你看一下哈，很安全，没事的。你要先问我什么？我是你的头。